la la la.今天非常开心来参加这个钟表的展示，因为我想说的是今年有一只 MB 大家很快会看到，然后也是时间的概念，但是我们用了一个没有指针的时钟来代表永恒这一个意义，反正大家很快会看到，简单讲一下，谢谢。